第一个需要鉴别的就是脑出血，脑出血呢发病更急，以数分钟或数小时内出现神经定位体征。它常有头痛、吐等高颅压症状，以及不同程度的意识障碍，血压增高明显。但大面积脑梗死和脑出血呢，还有轻型的脑出血与一般的脑血栓相似，这样呢可以通过脑 CT 来鉴别。第二是脑栓塞，脑栓塞呢起病也非常急，数秒或数分内症状就达到高峰。常有心脏病史，特别是心房纤颤、细菌性心内膜炎、心梗或其他栓子来源，应考虑脑栓塞。第三个是颅内占位，某些硬脉下血肿、颅内肿瘤、脑脓肿等发病也较快，出现偏瘫等症状及体征，需与本病鉴别。可行投入 CT 或手动鉴别。